能见到我们姑娘？不曾去。啊，此去满去。嗯，我曾有话问你。什么话？金雷妹妹身子怎么样？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咳嗽倒是好一些了。啊，阿弥陀佛。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怎么也念起不来了？真是奇闻。这叫做病急乱投医呀。哎，子君，妹妹吃燕窝了没有啊？哎，我正想问你呢，这燕窝是谁给我们的呀？是我上次在老太太跟前两路一股风声。啊，原来是你是了。我正以为老太太怎么突然之间没人叫人送一辆燕窝来呢？原来是这样啊。对，燕窝吃惯了，吃到了两三年，妹妹的脾胃就会好呢。嗯，这倒又让你费心了。哎，子君，看天气那么不好，忽冷忽热的，你身上穿的那么单薄，妹妹已经病了，要是你再病了，那可怎么得了啊？哎，宝二爷。从今以后，我们这棵树啊，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一年打两年小，叫人看了不尊重，那些文章人背后都会说你的。你总不留人，枉我小时候一般模样，这是我死的你。况且姑娘也吩咐我们不和你说笑，你看他进来怨着你，万恐怨不起你。哎呀，宝二爷。你生我气了？不，我不曾生气。你的话说得有理，怪不得锦雷妹妹常常不理我。唉，死的死了，嫁的嫁了，走的走了，将来你们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想到这里才伤心起来。恐怕我虽是一心肠，是真是假我难分，他与姑娘好一生与待一生，不知道他究竟问的什么心，我只劝今日都要死一死，放一把火连他一连，恨他是枉度乱世情。子君，你在想什么呀？啊，我在想，每日一两夜我在这里吃惯了，明日回到家里去，哪里有钱吃得起这个啊？谁要委屈啊？你林妹妹啊，要为苏州死鸡家里去呀。哎呀呀，你呀你呀，你是什么慌嘞？你红在白呀无乱雨，妹妹是苏州原籍地所终究无靠傍，你可知水来千里要归大海，燕子终于它绝望了，等姑娘将来出故事，定说要送完她到故乡，心灵的不能再家父死一死，听生死名家名称来接姑娘。
和他讲了些什么？我并没与他说些什么，只与他说了一句玩笑。玩笑，宝儿爷，你可不能当真啊，宝儿爷。你叫林家的人在卡当说一回啊！不得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来叫林妹妹了，来叫林妹妹了，叫我荡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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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荡出去！宝女啊，这不是林家的人，是了林妹妹。平时谁不许他心灵？哎呀，又不许你到林子，不许姓林的进来，都听见了吗？宝玉进来病得奇怪，那黛玉又忽说病忽说好的。以前小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怕什么，如今你可怎么样啊？老太太，因我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是趁早接宝玉生了亲，以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说不定冲一冲喜，病也就好了呢。哦，这是那林姑娘啊，谁是玉妈？既说你们都是宝丫头好，那我的旨意
也就定了。咦，都听见了，可不准转出去。要是走漏了一股子，当心打断你们的粮票。呸！老太太，好端端的有什么事了？快起来讲吧。这话奴婢本是不敢讲的，如今没法子，只好讲了。二爷十七八姑娘，真真是天朝的色配人生，真乃是金玉佩空生凤凰。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个灵隐隐姑娘，是什么为你弄成一身病，醉里梦里不相忘，至今啥子虚情的事，恐天塌的无事你未尝，宝玉是真的像先生方才说的那样，把伊生出什么祸来，这倒叫人难了。是啊，难道是不难？我倒一股子意，不知姑妈肯不肯。你只管讲嘞。依我看，这件事只有个调包的法子。调包，好牙关对宝玉这是去的子里妹妹，把真情暂且换一番，这是能换的姑吗？换的姑吗？
中心都在此地苦受了什么人的气了？林姑娘，你来评评理，他们说话我也不知，我就是说一句话，我姐姐也不敢打我呀。你姐姐是哪一个？就是正子姐姐。你叫什么？我叫沙大姐。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宝爷娶宝姑娘的事情。你说什么话？那就是宝爷娶宝姑娘的事情。
么样叫我自卷真不愁，断崖见你推开手，随你一人十言后，镜子里只见你容颜瘦，枕头边只觉你泪湿头。姑娘啊，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真情的东楼到城下楼到前，姑娘啊，你要多保养在我愁，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保养你有精神花木。Thank you.
何苦与自己生气呢？姑娘，何盼又叹气，这怕谁不是啊？思索中作妖
心间。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你不要听，姑娘，姑娘，姑娘，你不要听。宝女啊，来啊，你要温从些哟、哦啊啊。我知道。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地界苍生，满意的人。送你俩
原来是此，林妹妹，你给她这个东西做什么呀？我们何必用这些锁套呢？宝兄弟，宝兄弟，做新郎中的董文瑞，西藏的。到此上谁愿谁分莫团聚老祖宗都是为你好放牛我的孩儿愿你两相亲自病到他的那我有什么好牛你母亲的娃你可要记住哦这都是为你好哦我知道宝妞林妹妹谁说你这红给的在这里坐着老爷在外面数着你对杰森你告诉我房间坐的那位美人是谁是新娶的二奶奶哎呀你真糊涂新娶的二奶奶是谁、是宝姑娘林姑娘你你怎么问上去林姑娘来了老爷坐子娶的是宝姑娘啊、是啊老爷坐子娶的是宝姑娘是啊是宝姑娘啊是宝姑娘
明明与林妹妹成的亲，是叶湾扶着他的。怎么，你啥事都变了？都变了？为什么？为什么？老祖宗，算道教的尊位色的，你属下，你属下，林妹妹，林妈妈，我以为把你好事。今宵的为什么月老急冲了红灯神，为什么没愿冲把寒花针，为什么恰巧今晚就来请，莫不是老祖宗听我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来子了。是不爱心
身把病啊添，我为你是千里梦里藏芳香也。天也了，这里不便逗留，你快回去吧。子娟，我知道妹妹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求死鬼。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生已死了，还生什么你？子舅，妹妹临死，她将是什么？想当初，姑娘病重不成病，上前治愈我治心病。他这边是冷我鬼火三更起，你那边是东方晨暖一天喜。只听他喊声呼保佑，这心酸的事儿我老老记。宝儿爷，你来迟了，你来迟。Yeah.
难夫妻。啊，林妹，你不能怪我，这是吴某总，你不是我的事。姑
Yeah.